前去唐人街呢，唔喺 MRT 站落车，再行十几分钟就系行水路搭街道，都几麻烦噶。好在 MRT 喺九月就开通咗蓝色延长线，而家直接坐到龙莲寺站就到唐人街噶啦。由港人扫街旺区市龙站搭过去，就五分钟都唔使，方便咗好多啊！落车之后记得打埋卡先出闸、哦，因为呢个站系用咗中国风设计，加上同咖啡品牌 crossover。有入闸范围，楼梯到月台，周围都有不同的 Q 版中国娃娃和图腾，个个碌都咁 Q 啊，梗系要打下卡啦！记得记得，仲要揾埋呢个 AR 标志、哦，企喺指定嘅位置就可以用 App 影到 3D 短片，放上 IG Story 压 like 噶啦！最近 MRT 开了几个新站，而这个站就是最近唐人街的了，等我带大家看看附近有什么呢，跟我来。 MRT 站附近这间雪糕店是我的最爱来的，手工雪糕每日在店里面制作，够晒新鲜，最喜欢它的味道超多啊！除了抹茶、朱古力、云尼娜这些基本口味之外，还有自创的沙棘、青柠蝶豆花、甘蔗加苏打、煎汤力、芝士蛋糕等等，多到两只手都数不完啦。而最特别的呢，一定是期间限定的象啤味雪糕，每啖都有微甜的啤味，我怀疑吃多两杯可能会醉添啊。试埋招牌椰子雪糕，入口淡淡椰肉，还可以淋埋个椰奶咖啡，即刻变咗阿伏加图啊。